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现在咱们介绍一下心悸的辨证要点。心悸的辨证要点，首先应该辨虚实，因为心悸呀有许多可以是实证，也可以是虚症，还有好多类都是虚实夹杂证。所以咱们首先要辨虚实。从虚症来说，要注意它是血虚、阴虚。 还是气血两虚，还是气阴两虚，也有阳虚，甚至表现为气血阴阳俱虚嘞。而实证呢，应该分别它是血瘀嘞，还是有痰湿嘞，还是痰饮嘞，也有表现为瘀热、痰火，或者是风热、湿热、邪毒类。啊，这个就要根据具体的病情啊，看他虚是什么虚啊，实是哪方面实。 分清虚实嘞，才能针对性的用药。这是首先要辨症候的虚实，其次呢，要重视脉分阴阳。就是心悸这个病跟别的病不一样，特别应该重视脉象。啊，我们说脉怎么分阴阳嘞？ 啊，实际上啊，古人呀、啊，在啊中医啊，在清脉的时候非常强调脉象分阴阳。像张仲景的平脉法、变脉法，《伤寒杂病论》里边，首先就强调脉分阴阳。我们在临床上呢，一般把阳脉，就是说硕脉、急脉、促脉，总的来说质数比较快，脉率比较快的这个脉象，就称为阳脉。 临床上辨证啊，一般多见于阴虚类患者、气阴两虚类患者，有的是阴虚火旺类，还有的有余热的或者家有余热呀、痰火呀、余热痰火扰动心神的心神不宁的这种经常啊多半都是阳症啊，那就是阳脉啊，它的脉是阳脉啊，经常是需要用清心宁神的治法来治疗啊，而这个缓脉。 啊，就是跳的慢的啊，缓脉、迟脉、结脉、结脉就是不但跳的慢，而且还啊，这个缓中一止啊，就是它总的来说，指数少，脉率慢的啊，就是脉跳的慢的，哎，这个多半是阴脉，它临床上经常见于啊，气虚了、阳虚了，或者有血瘀、痰湿啊，或者是痰饮的阻闭。 它一般来说是通阳复脉治法的啊，这个适应症就是说根据脉象来分，它是阴脉还是阳脉，进而推测它是个阴症还是阳症。这个对于我们辩证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啊一个方面。这个在跟其他的内科病症是不一样的，特别强调脉。另外呢，就是还要明辨咱们这个啊经济和正冲。 它到底啊是啊一个心神的停滞的病症呢，还是一个啊这个心脉病症一个气质性的心脏病？ 啊，这个很重要，哎，另外你还要知道它的原发病是什么原因啊？它是在感冒的基础上啊，乳蛾红肿的基础上继发了一个心悸啊，还是在啊风湿痹症的基础上继发了一个心悸啊，还是在消渴病的基础上，也就是糖尿病的基础上啊，继发了心悸。 啊啊，他是不是有一个啊，这个冠心病啊，也就咱们称为胸痹心痛的病史、啊，还是风心病，咱们称为心痹的病史，是吧？实际上，这个不同的原发病，对于啊心悸类辨证治疗，以至于预后的判断，都具有。 非常重要的意义，就是说，咱们不但要知道，哎，心悸里边分为经悸和症冲，还要了解啊，心悸里边啊，心悸引起心悸的啊，这个啊病症的原发病很多啊，应该分清它到底是什么病引起的啊，重视辨病和辨证相结合。心悸的治疗原则嘞啊，我们讲安神定悸是它的治疗大法。 啊，这是基于心悸，它主要的啊病机就是心神不宁，但是引起心悸心神不宁嘞原因有很多，有时心神失养嘞，有时热扰心神嘞啊，所以我们临床上也要根据它到底是心神失养还是。 热扰心神，分别采用不同的啊安神定悸的治疗手段。你比方说气血亏虚、气血阴阳亏虚、心神失养的啊、心神不宁的，那咱们就应该调补阴阳、调补气血啊。你比方气虚的，那那咱就补气啊；阳虚的，那就振奋心阳啊。如果是气血两虚的，那咱们就益气养血。 啊，那你比方说是啊，这个气阴两虚了，那就要益气养阴；那气血阴阳俱虚了，那益气养血、滋阴助阳啊。所以嘞，以养心安神为主，因为气血阴阳亏虚，心身失养，心神不宁了啊。所以治疗就应该补，应该养心安神。那反过来，如果是有血瘀、痰湿、痰饮、痰火。 啊，或者有郁热热毒啊，它导致了心脉不畅，闭阻了心脉了，心神失养了，心神不宁了，那就应该根据具体的情况，结合了它的原发病，哎，给予的。你比方有血瘀嘞，那就应该活血化瘀；有痰湿嘞，那应该是化痰除湿；有炎症嘞，啊，那有病痰饮者当一分药合之啊？就应该通阳化饮。如果要是痰火嘞，那就需要。 化痰清热啊，就是清化痰火。如果有郁热嘞啊，郁热都不是心情不舒畅啊？啊，这个口苦咽干呀、啊，这种情况就得清解郁热啊。至于说外感邪毒嘞啊，风热邪毒、湿热邪毒，像继发于感冒、继发于乳蛾红肿啊，继发于泄泻、湿热泄泻啊，这些心肌类患者就要相应的哎清热解毒啊。 啊，这个清热祛湿解毒啊，疏风清热解毒啊，哎，这些治法。啊，另外嘞，还有热扰心神引起的啊，这个心悸。热扰热是个热扰心神，又分多种啊，有痰热啊，有瘀热啊，热毒，还有阴虚火旺的热啊，那都可以扰动心神啊。那如果痰热扰动心神嘞，那就是这样啊。 化痰清热，如果要预热嘞，那应该解郁清热；要热毒嘞啊，那就应该啊是清热解毒。这个时候就应该重视什么呀？重视清心安神，重视清心安神。实际上啊，除了养心安神、清心安神以外，临床上还经常用镇心安神的治疗手段啊，因为安神定剂是大法呀。镇心安神，大家都知道，镇心安神用什么药啊？ 啊，应该用有重镇作用类，哎，就是矿物药啊，这个贝类类啊，这个石头这一类类啊，你比方说像磁石啊、赭石啊、龙骨啊、牡蛎呀、啊、珍珠啊、珍珠母啊啊，甚至朱砂呀、啊琥珀呀啊这些药。 啊，都有啊，镇心安神的作用。这些重症的药啊啊，有时候是可以入汤剂的，像龙骨、牡蛎呀啊,啊，这个这是磁石啊，咱一般都是比较大剂量的用啊，来入水煎剂。而有一些药呢，一般都入晚散剂啊。你像朱砂，它本身就有毒啊，一般都是入晚散剂，不入水煎剂的啊。还有像琥珀呀、珍珠粉呀，哎。 这些药嘞本身就是比较贵重的药，这些贵重的药嘞一般也是这种丸散剂啊，冲服丸散剂冲服，一般嘞不入汤剂啊啊，汤剂就会浪浪费药材啊，因为现在都讲调生态中国、健康中国是吧？一定要注意这个节省药材啊，就是花小钱啊办大事儿是吧？哎，别呃减少这个医疗的费用。 啊，这是作为医生啊，咱们也应该啊注意了一个问题，啊，另外嘞，这个心悸症候啊，它多是本虚标示。 刚才说了，单纯的虚症也有，单纯的实症也有，但是更多的啊，它是本虚表实、虚实夹杂的症，所以治疗了，经常需要处理好治本和治标的关系。你比方说，它本身啊，它是个血瘀，那咱就是活血化瘀；如果它是气阴两虚血瘀，那应该怎么办呀？ 那就应该，哎，治本嘞，益气养阴；治标嘞，活血化瘀。就应该采用益气养阴和活血化瘀并用的治法。如果他本身是一个心肌炎的病人啊，是一个感冒以后继发了一个心悸啊，他有热毒，然后伤阴耗气了，然后又阻闭了血脉了，那这个时候又有热毒，又有血瘀，又有气虚，又有阴虚，那这个时候怎么治疗啊？ 啊，那经常就需要益气养阴、清热解毒、活血化瘀，这个就叫标本同治啊。急则治其标，缓则治其本啊。经常需要处理好治标和治本的关系，标本同治，正邪兼顾，这样嘞才能有利于啊这个心悸这个病情嘞控制。 啊，就是总的讲，还是要因人、因地、因时制宜，根据他的具体的本虚标实的症候特点，给予了相应的啊治疗啊，呃，这个算方用药呢要有针对性。